也是会有点健忘，然后就可能就是走到一边说，哎，我刚才是要做什么呢？所以这些就是如果说普通的健忘还不至于算是失智症，就是没有就失去了那种自理能力，那种才算是失智症，对吗？你的意思是这个吗？对，他就是你日常生活能力呢，自理能力呢，如果是正常的老化呢，就不会受损了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好像说之前我奶奶我婆婆他们都还在世的时候哈，每次进医院啊，然后医生护士都会问他说，哎，你知道今年是几年，新加坡的总理是谁，现在是几月，为什么问这些问题，其实是不是想要探讨就是这个病人是否是你也是个不要紧的。